吃早餐喽。这是明天剩下的那个鸡，那个鸭手，都没吃完，把那个竹笋自己拿的，最后一餐没吃完了，吃完再去拿。之前没有什么，现在应该很多了。现在吃完再去拿。那猫被我从天牢放出来了，那猫不是我关的哦，不要误会啊。丢了你都不会吃，喵喵喵你个头，吃完再问你。这猪耳朵也是明天剩下的那个猪耳朵没吃完，还有毛哦。被鸡抢去了，那鸡啊，鸡都要吃肉，它喵的连米都不吃。猪耳朵，这么傻的，那吃到嘴巴被鸡抢走，妈的！